当我和千总成了合约情侣后，本想和阿姨坦白，结果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给你姐夫送点东西。姐夫，你回来了？啊，那个，哦，我和妈有点事，你们再聊，先聊啊，先聊。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想当我姐夫？不是，这小杂子也误会了。你回来啊？不，姐夫，你是怎么把我姐搞定的？啊，没有，你误会了。我妈都跟我说了，你俩都准备生孩子。生什么孩子？那可是千总。千总怎么了？你怕啥？我告诉你，男人就是要有地位，要我分分钟，分分钟把你搞定。你什么啊你？我不让我给你叫姐姐了。别啊姐。你给我过来一趟。李快乐，你刚刚想跟妈说什么？千总，其实我都知道了。你哪来的这张照片啊？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咱们本来就是假情侣，我能吃什么醋？行，这不是你说的。行啊，咱妈让你们俩设计一下怎么说。是哪儿啊？没跟你说吗？拍婚纱照啊。